他们家中国现在出来就是看看这个是你的了，不是我衣裳发了不行的，不能坐车，我们要从后面绕进去，装自行车我们要从后面绕进去，对吧？买了还给你们搞回去，我要带回来。不用了，我们买的少一点，就不用你们了。不完了就是去买，完了就坐火车，你可以坐火车上，我们就可以拿的，就像上次。一块钱交的吗？我们九个，那没那么多啊，交给你了。现在还差，你把不要买，那下次再弄一次。Thank you.